知道吧，师傅也自我介绍过很多次了，嗯，对不对？大家猜一下，放这儿吧。嗯，放这儿，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背后的风景。啊、哦，没事，我拿着，大家也可以看得到的。啊、嗯，你看，我很多家人都知道，很多家人都知道。师傅，说一下你多少岁了？哇，今年80岁了。给大家开玩笑的，我是属虎的，25岁了吧，25岁半。牵手一下吧，真的吗？师傅，他们有个很强烈的要求，都在打那个牵手两个字。别开玩笑了吧？啊，我都答应了，就是说跟你一块走路去那个吃饭的地方，对不对？啊。你要走快一点哦，不然迟到了。等我迟到了的话，还早，我们说好了8点的，没事，他们先到一会儿无所谓，我们最后到的可以。不行。为啥？因为这样不好。师傅，他们都在打了两个字，你要怎么搞吗？就好好的走路呀，我们走到那前面去。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像那种上小学的时候。啊，师傅来这儿看犀牛，小溪。哇，这有竹子。这有竹子，有柳树，还有。可是我有点矮，我看不到那个犀牛。你看不到吗？哦，看得到。你这样看得到吗？看得到。嗯，哎，看得到哈。看得到。家人们，这个地方好不好看？嗯，好不好看？我觉得挺美的，空气也挺好，就是能跟这样就是这么可爱的女孩子能在这个地方散散步也挺幸福的，对不对？别说了。就是你什么、哦、别说了。嗯，你这样说很尴尬的，走吧。啊，哪里尴尬了？哇，直播间1.2万人了，家人们，我们没有给十五点关注的，这个时候一定再次把关注点一点一点，好不好？你看现在跟我们互动的所有人，我都看到了，就是粉丝粉丝粉丝，前面都有粉丝两个字，然后不仅是粉丝，还要加一个粉丝团，加了粉丝团以后，前面你看现在这儿连续三个，看到没有？这三个希望无尘温馨啊，这我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姐姐，他们都带着十五的灯牌，看到没有？我的天，这样你们每次互动我们都可以看到，然后就是跟十五是一家人。嗯，没有啊，从这儿也可以，从这儿也可以走，从这儿也可以走。哇，那边是一个什么东西？那是一个啥？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桥，好美的桥呀。嗯，这样吧，家人们，你们可以帮我们把点赞点到20万去吗？帮我们把点赞点到20万可以吗？这个地方，我们把大拇指一直放在这个地方不动就可以了。谢谢，谢谢你们。好，谢谢大家，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点赞到20万，你怎么说？现在11.7万。谢谢。我们俩就这样子，手牵着手走两步。哎呀，哎呀。好吧，好吧，你别这样吧。好吧，好吧，好吧，就别那么尴尬，好不好？啊？为什么你每次都是要逗我开，然后要开张？没有啊！哇，下面那条路好漂亮，那很有特色的一条路。哦，别人在那拍照。是吗？待会儿我也可以过去给你拍。我也可以给过去给你拍。我感觉你都给我拍了好多照片。嗯，给你记录下来每一天呀。对，你太好了。嗯，你太好了。我太好了。那你不奖励我一下？我怎么奖励你嘛？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然后给你买东西的话，我又怕你不喜欢。就你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的可多了，你没看我不挑食的吗？对不对？你喜欢吃
外面的饭还是家，就是家里，你喜欢外面人做的饭，你喜欢在外面做的饭，还是喜欢在就是家里做的饭？我喜欢十五做的饭。真的吗？那你没看每次到你家里的时候，你做的饭我每次吃这么多。那这样，下次我们回我们老家去，然后我再给你做一顿饭。啊，为什么必须要回老家才能做？在这边你不能做吗？我那住的地方没办法做饭呀。啊，过几天我想办法让你给我做一顿吃的。家人们，到时候师傅在家里给我做吃的时候，我给你们开直播，好不好？我们全程监督一下师傅这个厨师是怎么样。去那个，你意思是下次去那个能有做饭的地方吗？就是那个酒店。然后让那个厨师下来，然后让我去做。我到时候会给一个惊喜，你到时候就知道了。现在不说。我给你做饭还有惊喜啊！哦，对，你给我做饭就是最大的惊喜啊！我给你准备食材呀。哦，谢谢你。期待期待，我们就把期待两个字打在公屏上，期待吧，家人们，期待吗？哇，期待的话就把期待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哇，这儿很多小鸟，你看见没有？很多小鸟，这地下蹦蹦跳跳，哇，他都不怕我们，你看。这是人的，人养的还是什么？那肯定不是养的呀。那是啥？嗯，你看就在那个地方，看到吗？那个小鸟，好，好可爱，好可爱，蹦蹦跳跳的。他自己就在这里的吗？还是人带过来的？嗯，看没？哇，他你看，这是什么鸟啊？哇，他的那个尾巴还老是张开张开。哇，这个是什么鸟？这网络好卡呀！哇，网络直接卡死了。哇，是不是卡了，家人们？是不是卡了？现在还卡不卡？现在还卡不卡？刚刚我看到信号不太好。现在还卡吗？卡的话打个卡字，不卡的话打一个不卡。开心鸟，真的。它还在那儿呢，尾巴翘得多高？它很可爱，跟十五一样可爱。现在还卡吗？现在还卡吗？哦，不卡不卡。哦，好的，不卡就好。师傅，要不要走一下这条路？看一下这个构造怎么造的？构造，你要研究一下，你要开始工程学研究一下了。不卡哦，好的，不卡 ，OK， 不卡就好。刚刚卡，我看到信号不行了。那个是爱情鸟吗？真的是爱情鸟吗？刚刚那个是爱情鸟吗？它还在那儿，还在那儿。你要研究什么东西，师傅？我看这个怎么造的呀？怎么造的？你这样一看就能研究出来？对啊，不一定研究得出来，但是我看一下，我可以观察一下。你观察一下，观察什么？这个是木头，哇，它这里面还有螺丝这样上着的。哦，它这还有钢筋。意思下次你还要照一下。哇，这个还挺特别的。对，一定是爱情鸟。那我觉得也是，那个鸟还在那儿。我带你们看一下，我们满屏爱情鸟三个字打出来，我觉得每一次这个寓意特别好，哎，寓意特别好，真的真的寓意特别好。我们把爱情鸟三个字打在公屏上，哎，还在那儿，哎，在那儿呢，看见没有，在那儿呢，这个地方，哎，但是我得，哦，它还在那儿，那儿动，看见没有，哇，真的很可爱。爱情鸟，爱情鸟，对，不管是不是爱情鸟，我觉得都是爱情鸟。它尾巴翘的这个地方，你现在还能看着吗？在这儿，哦，你看，在这儿，它而且它一点都不怕，尾巴一直翘得很高很高，而且随时要展开一下。不是喜鹊，这个喜鹊我知道。师傅，你说话呀，让师傅说什么？师傅，让你说话，让你唱一首歌。这个真的好美啊，我的天哪，真的，我被这里的那个美景给就是哇，这还有一只很小很小的鸟语花香啊。
对，我觉得真太舒服了，我的天哪，太舒服了，这个真的太美了。你就静静的享受这一刻。陈，你可以打地铺吗？可以啊，你像这些草坪都可以睡人。那下雨了怎么办？躲在树下去呀。这个树子不行，你跟哇，我真的觉得这里太美了，哥姐帅们，美的我都说不出话了。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家人们，你们觉得这个地方美吗？这个地方美吗？觉得这个地方美的扣一个一，然后觉得是眼前这个女孩子更美的话扣一个二，哎，然后觉得这个女孩子也美，这个景色也美的话扣一个三。你看这个桥它是弯的，啊，这个也不算桥。我给你退回来。是这样的，它是这样弯着走的，这样。啊。对啊，那边有点弯，看到没？啊，对。要弯着，它是这样的。你觉得如何吗？我觉得可以打100分。打100分啊？啊，打100分就行。哇，333，人美景美，对不对？对不对？啊，就跟你们那边的那个风景一样，山美水美人更美。这个地方也是，公园美，人美，天空美，景也美。谢谢大家，谢谢。哇，这个镇里真的好好玩哟！以后哥姐们你们来找我们玩的话，我要的打字。哦，我们直播间就是真的就是正常聊天，因为我们老粉丝知道，就是很多人一直关注我们。你看直播间现在1.2万人，都是来。就是我们一家人一样，就是没事的时候大家可以来聊聊天，然后如果你有事情那啥的话，就是要忙自己的事情，就是没事的话就跟我们互动，然后增强一下这个互动性，然后帮我们点赞，对不对？这样是让我们很开心的啊。谢谢你们，走吧。啊，当然我们因为也没有干啥，然后也不是那个才艺主播，也不是也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但是说到跳舞的话，我觉得十五可以给大家跳个舞看一下。我的这辈子我都没跳过舞，你说我跳舞？嗯，我怎么跳？每当看见你们直播，我就放下一切。啊，浅时光姐姐，太谢谢你了！你们真的每一场直播都在，真的有好几个，真的就是姐姐阿姨，我真的每一场直播都可以看到，很熟悉他们的每一次互动，那个前面的名字我看得很清楚，真的我一直在。嗯，等我们老家就是有那个，就是。特产什么之类出来的时候，哥姐叔叔阿姨们，到时候我给大家送一点哈，因为真的太谢谢你们了，就表示一下我的心意。嗯，谢谢大家。那你站在那个地方，正式的再次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我们有没有新进来的？新进来的扣一个一，我看一下。然后老粉扣一个二。然后我们让十五在这个地方给新进来的再次做一个介绍。老飞机，飞机，啊，我们老粉丝再次听一下。啊，飞机！你看飞机这么稀奇吗？这个我感觉挺激动的呀。对，那，嗯，飞机，对，也有很多新进来的。那十五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十五。嗯。我姓吉，名叫十五，你们就叫我十五就好。就很感谢家人们一直支持我，真的非常谢谢。哈哈，我希望你们可以多多监督我，督，因为我有很多不懂的地方，然后有时候我就有点释放自我的那种感觉，有点释放，就是需要释放自己啊，就是有时候做的不对的，希望你们可以多监督我。嗯，谢谢。太官方了哈，家人们，你们会。就是从始至终，你看就像我们今天是我们相识100天的日子了，这么久的过程当中，你们一直在关注着他，支持他，你们从始至终会，包括以后的每一天，你们一定会一如既往的这样一直支持十五吗？会支持的，我们打一个支持，好不好？谢谢大家。嗯，那我们走吧。会支持的，我们打一个支持。走吧，走那边。嗯。你不走这边转过去了？从这儿走呀。好吧。我们要去。支持支持！我天，直播间1.2万人，满屏都在打支持，十五太可爱了。谢谢大家。嗯。太可爱了。一直在刷可爱。这样吧，
我们再次把那个词全屏公屏上就是满屏的齐刷刷的刷起来好不好？十五，人漂亮对不对？然后心又善良，我们再次把人美心善四个字，高级家叔叔阿姨们，你们把人美心善四个字再次打在公屏上好不好？没有了、没有，你太夸张、太夸张了，不，一点都不夸张啊、走吧，去，我们也可以朝那边走了。对，人美心善，人美心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每一次你们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让打一次互动，你们真的一直在支持，就真的是一个最大的动力。包括十五有什么，你们就跟你们聊天的时候，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好，包括你们都有什么疑问也好，就是有什么想了解的也好，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啊。如果能在直播间可以阐述的，我们一定会说。但有些话是不能在这个说的，因为说多的话有可能也会那啥啊。你看好我们，谢谢啊。这个是慢走道吗？慢步道，就是散步的吧。它这个还分了道的，然后应该是有自行车道，然后哦，这边是有自行车道。人美心善，人美心善。哇，真的很漂亮。家人们，那我们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就往那边赶了，好不好？我们得去吃饭了，因为有个饭局晚上，啊。我们有空就给大家播，就聊日常啊这种，那就我们就去吃饭了。啊，拜拜，家人们。拜拜，家人。啊，都有点舍不得。我们害怕待会儿别人等太久。我都习惯了这样子跟他家人们开直播，然后就有点舍不得。拜拜，家人们。有时候就是不适应那什么啊。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对，谢谢。别吓跑，祝愉快，谢谢。那我们最后满屏的就是让我们今天开开心心一点，我们把开心两个字打在公屏上，然后再次把百天快乐打在公屏上，好不好？最后的两个字两个词好不好？好，第一个打开心，因为我们要直播间所有家人都要开开心心，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我们打百天快乐，也是祝福我们好朋友那什么，对对对，相识一百天，拜拜家人们，那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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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就下播了，我们得去赶那个饭局了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没点关注的一定给十五点个关注哦啊。